是马后经纪人，是马后，是，对，所以就是也请大家继续支持卡龙，支持国子电影，然后也希望马导在很不久的将来还有大作，那我们就带来这首《勇者的浪漫》。不够不够，《勇者的浪漫》。好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要不要下歌了啦？乐手很困扰。好，掌声加加加！Thank you.
没有主持人了哈。我来好了啦。哦耶。有吗？有主持人吗？是。啊，有主持人。带来一首什么歌曲？你叫我。没有了，没有看见彩虹。应该说，看见彩虹。应该说，一个人专心做一件事情就，至理名言。唱歌不是我的强项，我还要再一次谢谢小范，谢谢。他跟我同年，我要谢谢美妮，他小我很多岁，还有苏明。现在呢，要给大家一个惊喜。谁说 Kano 的演员只会演戏而已？哇，厉害哦！让我们欢迎唱松更衣。啊，现场的各位观众，其实我们 Kano 之夜现在才要开始。我们谢谢刚刚翻译成罗美玲还有史密的暖场，谢谢你们。其实我们今天 Kano 之夜的主角就是这四位 Kano 四大少。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本身是歌手来着，他们之前原本要参加我是歌手，谁叫电视台没有我是球员这个节目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是 Kano 原住民四人组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刚组了一个团名叫阿萨布鲁。啊，很帅。对，然后，其实我自己本身有在玩吉他，然后也有创作一两首歌曲而已，对啊，然后。没有在这么盛大的一个场地唱歌，所以我现在手在抖。然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，然后就是我们四个啊，我们四个就是有准备一个叫隐秘的一个小礼物，神秘的一个小礼物。对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就跟刚丢的海报有关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刚刚记一下签名的旗子，然后总共有四支，然后里面有我们四个的签名，还有一个是马志祥的签名。对。啊，那个东西就在我们口袋了，这边。啊，刚刚有拿出来的时候，这杆子有点歪掉，所以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对。好，那我先就是。唱我的就是创作，那这首歌叫《拉萨洞》。对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刚有改一下，然后这首歌就比较慢，然后现在让它慢下来。好，那这首歌《拉萨洞》，谢谢。Oh, yeah.
Shad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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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